你通过这种方式来促进两岸的军事互动，这个点子还真不错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先生。近日，中国台湾省驻金门的守军罕见的一架大陆的无人机进行了对峙，而且双方还发生了不友好的互动。大陆的无人机在飞过金门岛上空的时候，顺便拍下了台军在外岛设置的岗哨，台军士兵的面部表情是一脸蒙圈的样子，这个场景被我们的无人机拍的是一清二楚。台军士兵从地上捡起石子儿，向解放军的无人机投掷，尝试用石头块来击落这架无人机。按照台军的退役将领于北辰的逻辑，同时甩三块石头拦截，那么每块的拦截概率为 70%， 三块，那么它的总拦截概率就是 212%。 当然这只是个玩笑，它只能说明台军的高级将领缺乏基本的知识。那么这件事呢，也表明台军士兵竟然采取扔石头的办法来攻击这架大陆的无人机，说明双方的距离非常近。当然它也证明了我们无人机的侦察手段技术水平是相当高的。目前媒体上对这架无人机的来源有两种说法，一个呢是解放军的无人机首次近距离的拍摄台军岗哨，第二种说法呢，它有可能是大陆的民用无人机所为。不过台军在解释这件事的时候，又因为撒谎而被媒体揭穿了。而且呢，这架无人机拍摄的图像又很清楚，多半是大陆生产的四旋翼民用无人机。那么这种飞行高度比较低的民用无人机出现在金门岛上空，扔石块拦截显然是个笑话。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手段对它实施拦截呢？比如说对它进行干扰，会不会把它整下来？你还别说，没那么容易，因为中国大陆的民用无人机的抗干扰能力是相当强的，尤其是在一个空域有多架这种民用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中，相互之间的干扰总会发生。因此我们的民营企业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，因此大幅度地提升了国产民用无人机的抗干扰能力。这一点呢，从俄乌战场上的情况就能看出来，无论是俄军还是乌军都曾经大量使用过中国生产的民用无人机。据他们反映，这些民用无人机的抗干扰能力相当的强。那么现在第三个问题是，使用四旋翼无人机与金门岛上的士兵互动，是不是一种更好的施压方式呢？我们的解放军的军用无人机穿岛飞行，台军一般是发射信号弹示警驱离，弹道导弹从台北上空穿过，台湾地区当局装作看不见，而民用的四旋翼无人机可以拍下台军士兵的脸部表情，这样的画面对台湾地区当局来说是无法否认的。甚至台军所称的这架无人机使用了长焦镜头恐怕也说不通，因为台军士兵用石头都能够攻击的高度说明它不超过100米。相比较而言，四旋翼无人机的加入让大陆对台军进行军事施压的方式更趋多样化，互动性较强，对台湾地区社会的舆论影响也比较大。总体来看，中国大陆有必要破解台湾地区当局粉饰太平的做法，就得想出点能够让对方无法撒谎的点子。对大陆的军民用无人机穿越金门岛，台军士兵现在可能还不适应，所以有些惊慌失措，用石头来防无人机也算是让我们见识了最原始的防空武器。如果这样的无人机去得多了，台军要么学会适应，要么就要反击，这对大陆来说损失了